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们直接直冲最终话，我们没有把下面的剧情跑一遍，所以说呢，我就来补足一下第三季之前还没跑到的内容，好吧，把它补一下好了。哦，这次可以直接使用米卡莎，好的。老头要超度一下手机啊，我手机是有智慧的，你要超度他就会被他超度。エレンとヒストリアの身代わりとして拉致された。好，现在时间又回到要救出艾莲跟西斯特利亚。哦，一整个回溯去了。好，我们今天是来补剧情的。哦，那时候是兵长那个地方开枪嘛，然后就这个时间点，米卡莎这边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那跟人类战斗。哦，哎，感谢我是帅气的港币。那女生是谁啊？我远方亲戚。那个女孩的声音是远方亲戚。啊！哇，他这个地方直接用这种方式呈现啊！我真的不是比较希望他完全都是动画化，你知道吗？他就以这种静态式的特效。啊！就是以不同角色的视角前进啊！这边你看过了嘛，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我是用兵长啊，这次我是用米卡莎、啊，好吧，换了。这时候肯尼还活着啊！可恶，不能用那个兵长的七连斩了。可恶，兵长用过兵长的七连斩之后，真的是很难回头啊！哎，是不好操作啊！我天哪！哦，被敲到了，一次砍两只，好爽啊！我要死了，谢大家。砍完了吗？还有。有。还有一只。哇！烤完了。老头玩的是电脑吗？队友玩的是电脑。好，打完了。太远啦，都到了，结束。还有沙夏很激动啊！他们把艾莲抓走，对啊，还要把那个克里斯塔也抓走啦。嗯？需要什么？重复哦，就剧情哦。但是角度不一样啊，就是我们现在是以米卡莎，所以说任务的推展方式会不同啊。反正简单来讲，就是肯尼又要再死一次了。对，他又再死一次了。把艾莲还来！啊！啊！一堆人瞄准我。可以发闪光弹吗？我蛮好奇。不能用。结束。
终于啊，天哪、啊！可以玩李维吗？李维昨天已经全部玩完啦，不能选啦、啊、大大，你不会头晕吗？我还好，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有人会头晕，我还可以接受啊。空洞骑士我已经玩完啦、啊。结果阿尔敏先发制人，好，成功救出来。欸、怎么是光头、欸？哎，光头、欸，哎，今天老头不睡觉？没有啦，那我不睡觉啊。エレンたちを奪われたリヴァイ班は対人制圧部隊の逃离队人镇压部队的追捕，暂时躲了起来。どうした？わからないことがあって、僕が撃とうとした時、对方已经把枪口对准约翰了。为什么他不开枪呢？なのに、なんで先に撃ったのは僕？それは、相手が一瞬、撃つのを躊躇した。そうだろう。等一下。僕が殺した人は優しい人だったんだろうな。如果老头的女友是米卡莎娜，老头一定是瘦。最好是啦，最好是瘦。明明就是我是攻，我可攻可受好吗？只是要看米卡莎想要我什么啦。我突然觉得米卡莎的粉丝会揍我。耳机有语音呢、啊，有啊，有语音呢、啊，所以我才刚才听得到啊。俺たちは危ない目に遭ったが、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ただし、それはあの時あの場所においての話。何が正しいかなんて言ってない。そんなことはわからないからな。お前は本当に間違っていたの。怕料啊！追加新章节，贴图加语音，资金去哪了？没钱了啦！资金通通拿去开发《海贼王》，海贼无双四了，好不好？开发那个《海贼无双四》了啦！海贼无双要出四啦，也是光荣的啊！哎、欸，中野二奶安安你好，这要钱吗？当然是要啊，这个怎么看都是要钱吧？这么庞大的游戏内容不用钱，那说实在是做心酸的，做大爱的嘛，不可能的事情。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动画好了，这个是宪兵的协助，是我们在逃的时候被抓到，然后。这两位。アルミンとジャンを倉庫に拉致したのはリーブス商会の者たちだった。リヴァイ班は商会の会長ディモリーブスと取引し、彼の協力のもと中央尋問の末、レイスケこそが真の王家だと知った一行は、なるま。憲兵団による捜索の目をかいくぐりながら、エレンたちの行方を追い、レイス領へ向かっていた。雷斯家啊，对他们两个被抓了。西瓜头。二人の憲兵と遭遇し、おば。憲兵に変装して検問を突破し、エレンたちが運ばれた場所を探り出す。こんなことしか思いつかねえとは。ストヘスク憲兵支部所属、マルロ・フロイレンベルク二等兵、同じくヒッチ・ドリス二等兵、お前らの処遇だが。あんたたち。南方訓練兵団出身なんだってね。兄とあいつがあの日以来見つかってないのは巨人にぐちゃぐちゃにされたからでしょ。他以为雅尼是被巨人弄死的。捨てた巨人の正体がアニレオンハートだったからだ。然后他不相信。
この世界のことを何も知らねえのはみんな同じだ。壁の中心にいる奴ら以外はな。協力させてください。鹰钩鼻男。この世界の不正を正す。他鼻子真的超大。何だってやります。ダメだ。お前に体制を敵に回す覚悟があるかなんて、俺には計れない。行くぞ。二人をこの辺に来。兵長、俺が任せる。要把他们杀掉了。忘れるよ。杀掉。对。そりゃそうだ。杀掉。ここで死ぬんだからな。お前らを信用できるわけねえだろ。俺の銃の方が早い。待て、俺は味方だ。え？じゃあ俺にナイフを渡す。好吧，算了。それができたらお前。哎靠，怎么不见了？动画看到一半被我按掉了。啊，刚刚明明就是按了会跳对话，他怎么按了之后动画直接不见？お前の覚悟は証明できた。これなら兵長も納得する。反正他那时候在测试他啦，然后就成功了这样子。我在忙，我没空，好不好？看又是动画。我宁愿花钱买进巨山，也不要买剑盾。剑盾不是听说没有全国图鉴吗？好像影响真的很大哎、欸，应该会导致一波宝可梦迷干脆不买了这样子。我看一下、喔，这是新的动画，然后前面那个不知道是动画还是什么的。妇女对决。真的超会跳来跳去的，我的天啊！算了，先把动画看一看好了。又要看动画了。嗯。エレンはロッドレイスの手によってレイス家の礼拝。他那个这个剧情是，他被抓到这边，准备要让我们的克里斯塔变成巨人，把他吃掉，获得巨人之力。見知らぬ子供たち、見知らぬ巨人との戦い、注射を打たれ巨人化する幼いエレンの姿を、そして看这是爱莲巨人的样子，好丑、哦。それが父のグリシャイエーガーの記憶。グリシャイエーカー。思い出したか、父親の。完全想起来了。摸一下，全部都想起来了吗？今まで忘れてたんだろう。私は一人じゃなかった。その子が長い黒髪。记忆连结。おそらく彼女はフリーダ。你的姐姐。フリーダお姉さんは今どこにいるの？もうこの世にはいない。啊，已经死了。ここで彼の父親。被他的父亲拥有巨人之力给杀害。ブリシャイエーガーに殺す。そして彼の目的は。レイスケが持つ力を奪うこと、フリーダの中に宿る巨人の力、フリーダの巨人は巨人の頂点に立つ存在だ。什么？だが、グリシャに食われて力を奪う。他没变巨人呐。そしてグリシャ。后来没有。レイスケを根絶やしにすべく、そのまま我々一家に襲いかかったの。可是我觉得这雷斯，我觉得罗德应该有是有隐瞒。どうして？我觉得应该他没有把所有事情全盘托出，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像罗德所说的这么的啊、哦，就是所说的这个样子，我认为啦。哦，然后这个动画呢，应该会补足我们昨天在玩的那个地方，罗德直接变这个巨人，这边应该就有补了啦，把它看一看好了。リーダの記憶はまだ生きており、ヒストリアが望めば再会できる。哇，他现在就是来要帮你打针喽，准备要变成巨人喽。雷斯家的巨人之力哦。雷斯家の巨人の力で作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这三道墙就是用雷斯家的巨人之力打造的。人々の記憶を改ざんし、
为了和平篡改人们的记忆，把墙世界演变成历史中抹去。この世界の成り立ちとその経緯のすべてを巨人の力とともに叔父のウーリから変得回来啊！只要他有巨人之力，就变得回来。その巨人の力は王家の血族でなければ進化を発揮できないこと。それを聞いたケニーは自分が巨人化してエレンを捕食しても無意味だと悟り、エレンに傷をつけるとヒストリアとエレンに巨人化して殺し合えというのだった。なんでよ、エレン、なんで巨人化しないの？俺と親父のせいで、どれだけ人。他开始感到惭愧了。俺は巨人，我只看一半，后面完全不懂哦。其实后面真的要认真看懂，我觉得好像还要再多看个几轮才看得懂剧情，因为后面还蛮复杂的。后面我是觉得挺复杂的。どうして姉さんは人類を解放してあげなかったの？壁の世界を作った初代王は人類が巨人に支配される世界を望んだからだ。なぜかは他说希望这些人可以受到巨人支配。我觉得又是另外有隐情。神と呼ぶ者自身にしか祈っているよ、ヒストリア。これはただの。私のお前、胸張って生きろよ。ヒストリア！干嘛受缚啊？这画面超像受缚的。文本我都有看过，没有啦，随便讲的。何が神だ？もうこれ以上私を殺してたまるか！早く俺を食ってくれ！もう辛いんだよ生きてたって。うるさいバカ、泣き虫黙れ。エレンをここから逃がす、そんで全部ぶっ壊してやる。あ、完了。他舔下去就变身超猛的、欸、舔下去立马变奇形种。好了，我们直接来这边了，与兽父的对决。我们这时候操控克里斯塔，哇哦，第一次操控这个女角色哎、欸，艾莲自暴自弃哦，因为她意识到她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她才是不好的那一方，她感到忏悔，所以说她觉得干脆她死掉算了。哦，然后这边就艾莲硬直化嘛，然后呢成功的逃离这个洞窟。つまりエレンの中にある巨人の力、仮に始祖の巨人の力とし、これはレイスケの血を引く者が持たないと進化を発揮できない。しかしレイスケの人間がこの力を得ても、初代王の思想に支配されて人類。所以说艾莲本身他有巨人之力，但是他没有办法使用巨人的天赋啊，因为他不是雷斯王的血统的人。初代王の洗脳さえ解ければ道も見えてくるはずです。就是配错东西了。哦，如果让克里斯塔变成巨人的话，他就可以用坐标之力。むしろ彼らから始祖の巨人の力を取り上げている今こそ千載一遇のチャンスなんです。エレンのお父さんはきっと初代王から人類を救おうとした。第一代国王手中。力を奪い、レイス家の子供たちを殺害したのも。それだけの選択を課せられたから、レイス家の血がなくてもきっと人類を救う手はある。だからエレンに地下室の鍵を託した。私もそっちの選択に賛成だ。君のお父さんを殺すほかなくなる。エレン、私あの時巨人になってあなたを人類のためなんて理由じゃなく、父さんに嫌われたくなかったから。でももうお別れしないと。什么东西？飞油要暴动了？没有啦，爸比只想给你个抱抱啊，然后就把后肩摔这样子。父と決別すべく、
ヒストリアは戦いに身を投じる。哎、欸，啊，怎么跟我昨天玩的一模一样样啊？嘿嘿嘿，哎，怎么会这样啊？好了，继续啦。我跳下去会怎样？死亡。我、哦、不能跳下去。这边也只是从原本的那个谁，原本的艾莲还是谁，换成克里斯塔在用炮击而已啊。啊，原本的兵长是不是？我怎么感觉好像在玩昨天的剧情？一模一样嘞，再玩一遍。好啦，经费不足啦，所以我经费转到海贼无双四去了，好不好？如果海贼无双四代呢还是这么的份，好，那我真的不知道那经费到底去哪里了。就换视角而已吧，没有玩的视角跟昨天玩的一模一样啊，完全没有变啊。好啦，让他不要感觉一样，我们跑远一点按好了。好，我们跑远一点，我们跑到最边边。好，我们跑到啊，不行，就只能这里而已。好啦，我们换一个视野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假装是新游戏哦，好好玩哦。自我安慰，哇，这游戏实在太神了！哎、欸，他真的，我现在突然想想，真的觉得不可思议耶。他两个关卡的剧情一模一样，只是角色不同而已。这个一定会被骂吧？你是要我不吐槽也难啊！至少这边换沙夏，不对啊！你看这个画面，我昨天已经玩过了。可是昨天在打炮的是兵长在打炮，哦，然后呢，现在换成是克里斯塔打炮，可是现在用这个炸弹的视角，完全跟之前玩的关卡一模一样，然后人物也是米卡，人物也是沙夏跟我们的阿尔敏，然后我猜等一下肉快飞出去的时候，角色应该也只是包，就是换个模组啊，换成克里斯塔而已啊，是手榴弹。很大只啊，对啊，然后呢，肉快飞起来的那一瞬间啊，我们要把它给解决掉。你看，我就知道，就是要找到雷斯王。亲手斩父啊，把兽夫给斩掉啊，莫名其妙就成功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动画不是西斯特利亚杀的吗？哦，对啊，可是上一次在玩的是兵长啊，应该说正史的剧情确确实实就是他杀的，他把老爸砍掉嘛，有没有？有没有砍掉了？对，这是新动画，昨天没有的。然后这个是昨天的动画。然后昨天玩的是兵长在阐述他从上面掉下来，然后宣称自己是雷斯王的后裔，有没有？有啦，这边就比较不一样了啦。我是 Iron Man， 钢铁人。I am Iron Man。哦，姿势不一样哦。哇，这个你也算得这么精辟哦。原来官方这么贴心，老头直播会有人没看到，所以再做一次。但我觉得这部分一定会被玩家给吐。完结了。啊？已经完了。什么完结？那个啊。进击巨人。不是啊，那个
对啊，已经换了，什么意思？该换人了，应该是要换人了吧？特里斯塔就是当王了啊，他已经在这城镇里面做王啊。然后呢，处刑台的话就是之前的部分嘛。有没有新的？有啊，新的处刑台跟艾尔文。哦，